台湾的朋友，你们很健康啊，是不是啊？咚咚咚咚起，咚咚咚起。喂喂喂 ，Good morning, Musi， 最近怎样？好了，其实这个是结尾来的，因为我觉得就是给你听一听最近怎样啊。Good morning, Musi， 然后就是跟你说，这影片是随机 random， 因为我真的是没有很好的主题，但是不发影片就。发影片，所以这个刚刚没有电嘞。这个新相机、新镜头、新相机镜头、相机镜头 ，damn， 好，这个新没有电的东西。好了，这个影片就是没有主题，不知道我拍什么，我就全部丢进去，然后下一个影片见。好，下一个影片会 organize 一点，好不好？好，拜拜 ，Let's get。喂，福哥点样揿啊？我唔识用喎。系咪爆金片啊？系啊。摆咗 pose， 摆大个 pose 先话爆金片。好，影相嘅咩？我去影相影相。喂，回归香港第一条片。今天我是台湾朋友啊，是香港来的哦。7月几号？这是要哪一月？18号，7月18号的晚上啊，差不多。因为拿这样这么远就差不多。因为呢，香港的有个定的规定呢，就是晚上6点，不能够在场里面吃，就是室外的。场吃，哈哈哈哈哈！场里面吃，场里面食，你讲广东话都听唔明啦。唉，是但啦。唉，是但啦，是但。即系而家唔可以堂食啊，系啦。而家系疫情下嘅香港，7月16号，疫情下嘅香港冇嘢食。没有太新鲜，所以有扎点那些车，所以我们就扎摩的机车出去扎机车，就骑机车啊，很不错哦。疫情下的香港，而家几点啊？而家9:09，仲未食嘢，8:几谂住落去食嘢，9:几啊，6:00之后病毒先出嚟。所以就变到咁咯，唉，食嘢讲咁多，唉，开箱啊，开箱啊，系冇鱼啊，喺度开箱。台湾的朋友，
你们很健康啊，是不是啊？上天啊！丢架啦！丢架！你明唔明啊？佢哋啊，可以落街玩，我哋冇得落街玩。其實真咯。你明唔明啊？諗啲嘢外語得唔得？即係香港人，就係都係美國佬搞出嚟嘅香港人咁樣而家。美國佬搞出嚟啊！嗱，最撲街就係呢啲咯，你知唔知啊？煲住機夠拍，即係曬你面啦，又喺度睇啊！你唔覺得係咪剪得好辛苦啊？你睇下幾多點，你仲要睇住我條撲街啊！你翻去剪嘅時候仲睇住噶，就跟住你呢啲咧，你又唔小心，跟住好啦，依家講認真啦，係咪先？都係廢話嚟噶，你咁碌嚟碌去。哎，就怎樣就怎樣，這個影片都到這裡。好，我們今天要玩 Chess。知道怎么玩吗？总有一天教你们喽。好，拜拜。It's the first video in Hong Kong. I try to mix every single language, and I got invited for my like good-looking friends. No, we actually we are secondary school. classmate. Yeah. And they are joining the big community and.But no worries. Take it easy. We just buy some snack from Donkey, and then we spend around 200 UK dollars. 200. Well, that's it. That's it. Maybe you can look here. Yeah. Check it out. This are the.喂你唔好睇㗎你，呢個唔係我真正嘅意思嚟㗎呢個。OK。Then, so, So yeah. 你們一聽買到咩什麼，咁快就開箱。哦，好嘈。又系呢个，嚟，一齐上去。Don Don Don Donkey Don Don Donkey， 激我身边同你仲冇问我哋家。Don Don Don Donkey Don Don Donkey， 今晚黎世望望有咩噶？Don Don Donkey， 好听啦。Don't don't don't donkey don't don't donkey。喂 ，S 嘢喎，S 嘢喎，串好串。系拍片拍片，好拍片。唉，做嘢唔骑见埋你个 channel 啦，系咁啦，拜拜冇事。你可以摆度喎。我摆度，影翻佢哋咯。系咯，你唔识影你，我影翻你。唉，知啦。即系咁样咯，系咪咧？一定要咁样广告嘅，唔够广告咯。好，而家我哋就系嚟到。有其他嘢咯，系啦，就啱啱眯埋眼抽完唔同嘅嘢食，就有唔同嘅嘢食啦。講完都冇用噶啦，因為我好少用廣東話 flow， 所以咧就咁樣啦。陣間我哋食嘢就唔影俾你睇啦。係咪打燈好型咧？拜拜。好型，嘥佢啲 memory 先。咩呢度又可以傻仔嘅？真係好唔好食啊！唔知住個樣。其实这个是影片最后只是想要 ending 一下，说一说我最近怎样。我已经回到香港了，香港发生很多不一样的事，然后未来也希望我可以拍一些影片说一说香港在发生什么事。我那个时候在想，就是应不应该回来香港的时候，我应该待在英国啊，找工作啊，或者是做别的事怎样怎样。但是我现在回来快半年了吧，差不多没有三月四月还没有八年四五月吧，也找到工作开始工作了，所以就没有那么多时间拍影片。但是我觉得还是拍影片是我觉得蛮开心的事，跟你们说话也是蛮开心的事，对我自己的心境也是很不错。但是香港真的发生太多事了，你问我应不应该留在英国，
然后还是回来香港，香港发生怎样的事，还回来干嘛？但是我回来以后，我更觉得我回来是对的这个决定，因为是这代的人，然后就应该要大家香港一起经历这些东西，未来是未来在想。好，不要说的那么沉重。好，这个是我回来，又不知道过了多久的一个影片。That's it. See you in next video. Bye.哎呦，唔推介俾大家咯。对比啊，对比三、二、七分咯。